祖先总共管定，还有主干主丢分别代表为三祖先，以及我们台电公司的陈科长，那各位机关所长，各位代表，各位局长，各位校长，各位巡所，各位工作人员，各位裁判先生，各位所有辛苦的警卫，也是我们今天警察节的各位阿伯，祝你们警察节快乐。非常感谢我的做环境的加持，跟政府环境的用心，刚刚的经济大金水，我们的龙舟地赛场也非常的漂亮，我们的观礼台是立体式的，后面的人别有高点大的看得一清二楚，比赛竞争当中都是非常的胜负非常的明显。一定要把这感谢来自台电，来自观光局、体委会、中油公司以及各台官员，做完的活动也让你越来越顺利。把感谢中央的文化委员、邱炎立委员、苏贞清立委员共同的关照，我们的经费能够这样来办起来。当刚兵希望龙舟竞赛挂球度假安尼台湾出现永无反流，台港的也当是一个非常的好的活动，也是真有名气的活动。龙舟竞赛当刚兵每年四项的重大活动，各位的彩蝶龙端午节的龙舟赛、花莲的晚会、河堤的烟火秀、元宵节和水舞以及烟火四大活动，希望能够助阵我们东港的经济繁荣，以及渔业产业、农业产业的蓬勃发展。看到今天把感谢各位机关选手的辛苦，很感谢几位服务人员你们的辛苦，祝大会圆满成功，也庆祝各位长官、各位兵殊殊注意，感谢战斗单位把你本落大捷行切，先向我们所有以外的全部各界、各位女士、各位先生、各位小朋友，祝愿端午佳节幸福平安快乐。感谢台预备单位，谢谢各位，祝福各位，感谢，都来，感谢阿弥陀，Thank you。